慧海，此番降魔之路比你想的要难啊！方丈放心，弟子一定会找到有道师叔，请诸小人磨合。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带你去找降魔。 师叔，快走！都是自家兄弟，这个烂摊子只能我自己来。上有父母，我长，就要进入冰封炼狱。人生固然苦短，可你曾尝过冻人真经？人言我渡苍生，苍生渡佛。素素，有些事儿执着不得。我是出家人，不会有男女之情的。